把他给我按住，这药灌也要给他灌下去。哎，明日便是魔王之剑万钧剑出世之日，这辈子我只见过两个病人敢不听我的话，一个是陆昭瑶，一个是陆昭瑶已经死了，现在又来个你，都去找阎王投胎去吧。南山主，你要做什么？炸晕了灌药。万万不可。灌药。万万不可。南主，你还是把这个药喝了吧。厉晨岚，今天你要是不把药喝了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出这个门。叫莫青吧。莫青，莫青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只爱一个陆昭瑶。你要走？当然啊。厉晨岚，你南山主，南主已经喝了，你消消气儿。你绝对不会再多想。怎么落错地方了？你们太差了。厉门主，你可有受伤？